顺着脚踏车室进入的是屋主原本居住的空间，利用中岛型的吧台区隔了餐厅和厨房，开放式的设计让家人间的互动更为紧密。现在是在录阿信上菜吗？哎，原来不只是中岛是个水槽啊，阿信。嗯，其实这样的便利性其实就很高了。是，其实原先的格局其实并不是这么开阔。哦、它现在你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原先厨房跟另外一间卧室要进去的地方。本来是在这边，对，所以我这样就进厨房，这样就离开厨房就对了。那因为为了展现是说平素想要把它弄得比较开阔一点，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厨房是。那为了展现，应该是说，我们要把那个料理工作台的一个跨度弄到舒服，所以我们选择把那个水槽放在中岛。那这样的话，其实后续在做料理的动作，其实就会比较大。哦、工作台变大了，嗯，这边可以工作，嗯，这边也可以工作。而且我觉得啊，妈妈在这边做菜给家人吃，互动的感觉会比较好，嗯。其实这个就是他本身希望不要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厨房空间啊、工作这样子，他希望能够多跟家人做互动。嗯，那原先的规划的话，其实是并没有这个遮的这个平台，这个吧台原本没有。对，因为女主人的一个想法是说，厨房再怎么样都是一个工作空间，嗯，那还是会有一些凌乱的，像菜瓜布、洗碗巾的东西会出现。对，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料理完之后，它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工作需求，放在这边之后再端出去，所以它其实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说我遮掉不该看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工作行为的一个停留空间。了解，而且我觉得今天阿信也太会配了吧。我们在采访就给我们青苹果，哎，配到我们的墙面也是青苹果色。哎，对，墙壁的部分我必须说明一下哈，其实本身开放空间，那如果我们在选择一般使用的像瓷砖，那其实在整个协调度会很差、哦、但是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它能够好保养，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烤漆玻璃，超好清洁，对，它几乎是无缝了啦、哦哦、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被群山环抱的那种绿意带到室内来，带进来、嗯、跟所有职业妇女一样，赶回家做晚餐是困难的，所以女主人坚持每日早餐一定要亲自做，吃完再全家一起出门。对于厨房及餐厅的设计自然重视，光是厨具设计就改了7次以上。而陈英信在这过程中不但耐心协助屋主与厨具厂商沟通，也透过设计专业解决空间容易产生的问题。居家的设计牵涉太多细节，即便屋主已经做足了功课，还是不免有遗漏。这个墙，我觉得这个墙是我们当时没有特别对它有赋予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因为感觉上那只是一个餐厅的一个墙，结果做出来之后，哎，第一个颜色上面比较跳跃活泼，然后再来就说阿信也很用心，他去大陆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他有订了一组相框，那组相框很特别，是可以服帖的，然后我们就很期待说哇，那相框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很多杂志上去看，哦，原来相框在墙上的感觉是这样，嗯，那等他那一天真的拿来之后，哎，挂上去还是真的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这一家人给我的观感就是，他们彼此互动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然后彼此之间也是非常和乐的。在设计面的部分，我准备了一个照片墙，让他们后续是去架构出属于我屋主他们家本身自己的一种回忆这样子。其实这个电视主墙的后面其实是一个客房加一个储藏空间哦，这样子穿透的其实是一个客房跟储藏的空间。那其实在整个规划过程当中，其实它经过了几次的修正，从电视主墙的用材用料的部分，从大理石
一直到木头，是，然后再加一些文化石。他们屋主一家人给我的观感是非常的亲切，那非常的享受生活的那一块，所以我把一些石头的东西拿掉一些。啊，客房，哎，价高的原因应该下面旁边都有很多很多的收纳。对，其实这边的房子其实条件很好，它楼高有净高度到340公分，这边这么高，对，所以它这边价高，把我们垫高的45公分来做收纳，那包含把我们电视柜砍在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在使用客房的时候也不会造成我们对空间的那种压迫感。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所有的视听设备啊，其实也通通都收进去了。对，其实就是把它直接收干净收起，不要有一个电视柜又凸出来，会影响我们行走动线。那包含一些 DVD 扩大机设备都能够拉进去之外，那其实在整个设备的一个散热的系统其实我们也有着重到，那还有一些CD 很大量的 CD 收纳部分也是能挂在这个电视主墙里面。CD 的大量的收纳也在电视主墙，我目前好像还没有发现。收纳 CD 的地方就在这边哦，这边看一下咯。可以收纳很多的 DVD 跟 CD。 对，其实当时的规划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在这边，其实在正面，但是为了展现出电视主墙的完整性大，那我们把它拉到侧边来。哦，因为有这样子的深的空间，电视主墙整个就拉出来了。对，就会非常好用，而且本身量也很大。客厅为柔和用色的公共空间，设计师陈英信运用温润的木质搭配冷酷的铁件收边，为屋主创造舒适却不单调的生活氛围。散热孔的设计概念则是来自男主人观察视听设备在使用后会发热的现象所提出解决的需求。旁边的抽屉柜满足了屋主搜集影片和音乐的爱好。价高合适后，底下的大容量收纳空间更满足全家人的收纳需求。其实任何一个空间都是会做改造的部分一定是从机能面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才会有产生要变要动的一个出发点。那我觉得说其实除了先满足就是说本身可能哥哥的房间妹妹的房间可以独立之外，我觉得缔造出来是说他们要的家里面互动的那种情境，我希望是能够再延续，再那种感觉是会更好的。就是我觉得很少有家里面会有这样开放式的阅读区，那也很少有这种开放式的一个餐厨区，甚至客餐厅都连贯一起的这种空间。我自己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容易跟小朋友能够那个玩起来。那这刚好屋主的年纪跟我也差不多，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家庭背景都不管是年纪很像，然后家里面成员其实也很像，所以其实互动起来是没有压力，我觉得是感觉是像在帮朋友规划一个房子，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已经不是工作不是买卖，而是一种互相分享互相影响的这种氛围，是让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家是让人放轻松，可以耍赖，可以随性自在的地方，而设计的本质就是要回归到生活机能的满足。屋主花了2年的时间，确切了解家人在生活上的需求后，才寻求设计师的协助。而设计师陈英信在听取屋主的需求后，也针对每一个细节提出2到3项的设计概念，与屋主讨论评估后，再一一落实，适切地扮演着设计师的专业角色，协助屋主完成这个充满阳光、书香、山景、琴声、笑声、读书声的家。还要弹瑞瑞瑞瑞咪发吗？预备，准备，开始，瑞。
怎么样用快速的现有的居家的器皿就可以布置一个非常具有年味的餐桌，就从颜色质感去着手。所以像我们一刚开始在选择这个枣子跟金枣跟这个桌巾的颜色就能够契合。